你有见过在古代秀恩爱的吗？发生了何事？你如此高兴？我见到文成公主了，本来想着她一定恨极了我，可没想到她竟然与我想的截然相反，真是个奇女子。我虽与启南姐姐来往不多，但是也在宫宴上见过数次，她确实是个才德兼备的女子。只是她这样深明大义，我心里更加愧疚了。若是我跟陛下请旨做送亲使，你意下如何？此去吐蕃路途遥远，来回少说也要个把月，我们的大婚又要往后拖了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我就不去了。不，你要去，把文成公主平平安安地送到吐蕃，算是你我二人对她的一点补偿。我的公主真是天底下最善解人意的女子。很快六国的使臣就到了长安，李二便在太极宫接见了他们。我大十国愿意黄金千两、牛马百头、加以珍宝求娶贵国公主，并承诺永远归顺大唐。黄金千两是不是有些少了？我哥萨愿意黄金三千两、牛马千头迎娶唐国公主，与大唐永远交好。吐蕃使臣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尊贵的皇帝陛下，你拥有中原最大的领土和最多的宝藏，皇帝要赐婚是莫大的荣耀，又不是在卖公主，所以臣不想参与这样可笑的攀比。臣带来的是一片赤诚，希望陛下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我证明。说得好，我唐国又怎会在乎这些金银？为此，陛下特意准备了考题，用以选择最有诚意、最有智慧的人迎娶文成公主。就一道题，就是辨认眼前的几人谁是文成公主。你们可以问公主一个问题。公主她在干嘛？她在观察他们的手。文成公主是宗室贵女，娇生惯养，自然双手细腻白皙。而且你看吐蕃使臣的小动作，她在闻味道，想必是做足了功课，打听好了文成公主平时喜欢用的香料加以辨认。这个使臣可真聪明啊。请公主说一下云何引入、云何降服其心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哦，陛下，臣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公主。你确定吗？如果你错了就会前功尽弃，朕给你一次更改的机会。臣可以肯定，这位就是文成公主。吐蕃使臣胜。公主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她刚才说的是什么？我完全没听懂。叫你平时多读书，他们说的是《金刚经》中的要诀。文成公主平时喜欢研读佛法，若是这都答不上来，那肯定是假的。师姐姐你也不懂吧？人家是五品高手，不会很正常。你会什么？我会烧火。很快一众人员喝醉了过后，就离开了太极宫。憨子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呀，我是励志。看到你，我才感到自己是真实的活着。你不要离开我。不会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你爱我吗？别说胡话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你都不说爱我，我活着干嘛？我要去跳楼。爱你爱你，我最爱你了。不敢有劳吴王殿下。你的心事他不懂，我却看得明白。诗言姑娘，你这样是否太苦着自己了？殿下，我不懂您在说什么。本王对你很欣赏，却非男女之情。诗姑娘不要误会，我只是觉得你这样洒脱的女子不应该困于一个情字。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心中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同本王讲。这种心事又能对谁说呢？今日憨子请旨去送亲，本想着路途遥远我一起去护送，可是他却说要我留在公主身边才放心。这里人多耳杂，诗言姑娘可愿与我到别处喝一杯？到我家去吧，跟着秦大人这些年总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，殿下是第一位客人。荣幸之至。殿下尝尝，这是秦大人新酿的葡萄酒。味道甘甜醇厚，还有一股花香，这憨子真是做什么都与众不同。刚遇到憨子那会儿，是我去刺杀他，刺杀不成反被他戏弄了，想起来就像是上辈子的事。遇到他是我这一生的幸运，得以重新活一次。他那么优秀的人，我想任何人都会爱上他吧。所以你要明白，若你倾心的是其他人，本王还能为你做媒，可你爱上的是憨子，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。我只能与你共饮此杯，听你倾诉一二。我从默默的守护他变成守护着他爱的人，我觉得自己看得很开。只是心里还是会忍不住痛那么一下。殿下也曾爱过什么人吗？也明白这种苦痛吗？我出生便是天皇贵胄，享受万民供养，其实心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这威风凛凛的背后是万丈深渊，是无数的阴谋诡计，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。
这一年太子被废，李泰赐死，旁人都以为是我斗倒了两个最有力的对手，好不威风，只是唇亡齿寒，难免觉得心中悲凉。